赵群是吃圆肉，放生赎罪。在江苏镇江县丹徒镇安岗的沿岸。呵，今天是怎样？鱼都放假出去玩了吗？竟然连一条都没捕到，倒是抓了你这只龟不像龟、鳖不像鳖的东西。哦，原来你叫圆啊！太好了，赵大爷最喜欢吃你这种龟鳖类，嘿嘿，卖给赵大爷就可以大赚一笔了。嗯，很好很好。哈哈，好肥美的圆啊，多少钱？我跟你买了。赵大爷，你真是阿莎里呀，下次还有的话可别忘了卖给我呀。没问题。有了雷达，圆可就难逃我的手掌心，到时候再卖给赵大爷，嘿嘿。哈哈哈哈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哦，有反应了。哇，好多圆啊。哇哈哈哈，哇哈哈哈，哇哈哈哈，看你们往哪儿逃。呵，看我的鱼雷飞弹发射，再来。你们未免太瞧不起我了，这次你们可逃不了我的深水炸弹了。这下叹息了，哈哈哈哈！哇，好多啊，真是辛苦你了，这些赏你。哇，多谢赵大爷，多谢赵大爷，这下子可以好一阵子不用出海了，哈哈哈哈！我也可以好好饱餐一顿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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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看起来阴森森的，好可怕呀！大胆赵群，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可认得身旁的长者？谁？大人，小的是地球人，怎么可能会认识火星人呢？没礼貌，什么火星人？我乃江中老袁。大人，我要控告赵群残害我原族的子孙。赵群，可有此事？哎呀，大人冤枉啊，小的只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啊。混账，你本是富豪人家，不知放生祈福，却放纵口腹之欲，肆意贪味，涂炭生灵，阴间法律岂可宽免？大人饶命啊，小的愿意认错改过，如能饶我一命，回去一定戒杀放生，以赎罪孽。嗯，念在你还有一丝善意，可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牛头马面，将赵群杖打3000大板，以平原族之冤。啊，这么大一只棍子，我的屁股不开花也难啊！哇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啊！人有一念之善，鬼神便能扶佑他。你若能依愿力行，自有善报；若依旧任意放纵，绝不饶恕你。切记。是，小的遵命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好痛啊！赵群便将在梦中发生的事情画成漫画，拍成电影。赵群到各处演讲，劝诫众人戒杀放生，更时常买物放生。后来赵群更加富裕，成了乡里间一大善人。
人食肉譬如食其子，诸畜生皆为我做父母兄弟妻子，不可数。佛说佛衣经曰，人能不食肉者，得不惊不服。